嗱，美国总统拜登咧，咁啊极速咧签署咗呢个对外军援法案。嗱，呢个法案咧去到呢个参议院咧，跟住再去到拜登咧，嗱咁快嘅情况之下咧，令到俄罗斯咧招架唔到嘅，真系快到。嗱，拜登签署咗呢个法案之后咧，亦都发表一个讲话。咁呢个讲话咧喺白宫网咧亦都有嘅，我会将条 link 咧铺喺下边。因为呢个讲话嚟讲咧都几长下嘅。咁拜登嚟讲咧，大篇幅咧都系数臭呢个普京嘅，同埋咧大篇幅都系讲呢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为呢个叫军援法律咧，就嗰个叫做支援啊，乌克兰嗰个银码最多噶嘛，所以一定系大篇幅讲相关啊。而家呢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嗰个情况，嗱咁样一路发表嚟讲话啦，佢就话呢个咧系对美国嚟讲系美好嘅一日，对欧洲嚟讲亦都系美好嘅一日，对世界和平咧嚟讲亦都系美好嘅一日。咁就话我刚刚将众议院本周末和参议院琴日通过嘅国家安全一男子计划咧签署成为法律。嗱，咁呢个咧我就会揾一啲嚟讲嘅，又唔会全部讲晒，因为太过长啦。咁一下边嚟讲咧就话两年多啊，俄罗斯系一直啊对乌克兰啊发动呢个残酷嘅行动，咁佢哋咧杀害咗几万名嘅乌克兰人，咁啊轰炸医院啦，同埋幼儿园啦、粮仓啦，咁啊试图咧破坏啊呢个即系乌克兰嘅电网啦，令到乌克兰人咧陷入呢个寒冬嘅同埋黑暗嘅冬天。嗱，一路睇翻落去咧，就话咧，即系话拜登佢就话签咗之后咧，几个钟咧，接下来几个钟咧，就会将源源不绝嘅弹药咧，就会送到去呢个乌克兰入边嘅啦。就话有咩咧？最紧要就系嗰啲叫做防空设备啦，同埋弹药啦、火箭系统同埋装甲车咁啦。嗱，咁我就讲到明咧，嗱呢一个计划咧就系一项投资嚟嘅。佢话不仅对呢个乌克兰咧嘅安全啦，而是系对欧洲嘅安全，对我哋嚟讲咧自己嘅安全。咁啊就会咧嗱，将即系话就会将我哋咧就会将从呢个自己嘅库存中啊嘅嘢咧就送去乌克兰，咁啊然后咧用美国公司咧就喺美国生产补充呢个库存。嗱，咁一路睇翻落去咧，咁而家嚟讲咧，即系话阿拜登讲到明啊嘛，佢话签咗呢个法案之后，呢个几个钟头咧就会源源不绝去入啲军火去乌克兰噶嘛。其实嚟讲咧，俄罗斯咧亦都系咧，即系俾乌克兰嚟讲打到一个咧，即系咧措手不及。点解咧？嗱，呢度嚟讲，拜登佢就讲到明，签咗之后要几个钟啊嘛，几个钟会去乌克兰啊嘛。其实美国咧已经喺拜登签署之前咧，已经有将一啲叫做海马斯啊嗰啲弹药咧，就运送咗去呢个叫做乌克兰境内嘅。咁你睇翻嗱，大约就喺网络上咧，琴日嚟讲啦，嗱系见到咧乌克兰咧用海马斯咧发射多支海马斯啊，系狂轰啊呢个俄罗斯啊，咁啊亦都系打中咧嗰个 S-400 嘅。咁亦都有美国官员咧就讲，佢话美方啊上个月啊向乌克兰啊秘密啊运送咗呢个叫做长程啊陆军战术导弹，咁啊乌克兰方面咧已经两度咧使用呢款导弹嘅，咁啊先头咧打中咧呢个叫做俄军喺克里米亚嘅机场啊，同埋再喺乌克兰东部嘅俄军。嗱，咁嚟讲咧，嗱你睇翻克里米亚嗰度咧。嗱，嗰个战术导弹啊嘛，嗱咁即系之前咧嚟讲系嚼啊呢个俄罗斯嘅 S-400 噶嘛，或嚼咗几套噶嘛，咁 S-400 你谂下佢，嗱你睇翻当时嘅影片嚟讲 ，S-400 有升空噶嘛，系拦截噶嘛，嗱呢啲咁嘅战术陆军战术导弹就唔系高超音速导弹嚟嘅，都可以你谂下俄罗斯拦截唔到嗰 S-400， 跟住咪就粉碎晒咯，即系俾。哇！即系俾呢个陆军战术导弹咪打到呢个 S-400 全部冇晒咯。所以呢度咧好现实嘅嚟讲咧，呢个俄罗斯啊嘅武器系统咧一
接触北约嘅武器系统嚟讲咧，嗱，讲翻呢啲咁嘅叫做，即系你攻同盾，即系俄罗斯就攻噶嘛，佢都会发射呢啲咁嘅高超音速导弹去乌克兰咁度嗰度噶嘛，咁乌克兰方面咧，亦都系用外国者拦截到噶嘛，就而家咁样嚟讲，乌克兰方面用呢啲战术导弹，嗱，呢战术导弹咧，闲闲地成几百公里嘅，嗱，咁样打落去。俄罗斯嘅S-400系拦截唔到嘅，咁啊连续俾人摧毁几套，就即系拦截唔到啦。嗱咁嘅情况之下，所以点解乌克兰啊系咁中意呢个爱国者，提都唔会提 S-300 甚至 S-400 啊嘛？我之前都讲过啦嘛，就系、是、呢个 S-400 根本就系冇用嘅。去到而家嚟讲啊，俄罗斯嘅 S-400 同埋 S-300 咧。都系啊，我嚟攻击陆地嘅。咁啊，最即系你谂下，琴日嚟讲啦，俄罗斯又用 S-300 嚟攻击，即系乌克兰嘅哈尔科夫啊。咁啊，知道呢个俄罗斯嘅防空系统咧，基本上咧系唔掂嘅。咁一路睇翻落去啦，嗱最主要啦，而家呢个拜登嘅讲话咧，除咗系咁狂数啊，数臭呢个普京之外咧，亦都开咗几个国家嘅名嘅，伊朗。北韩同埋中国，嗱佢就咁讲啦。佢话与此同时，阿普京嘅朋友咧，门啊系不断啊送即系补充嘅呢个俄罗斯嘅物资。咁啊呢个有呢个伊朗啊向佢啊发送啊呢个无人机，北韩咧向佢啊发送呢个弹道飞弹同埋炮弹。咁中国咧正在提供零件同埋技术咧嚟提高啊俄罗斯嘅国防生产。嗱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嗱你谂下啦，即系你谂下，即系话呢几个国家，特别系中共啦，佢开口埋口讲中共噶嘛，即系呢度伊朗、北韩、中共，最主要中共不嬲都唔认呢样嘢噶嘛，咁唔认啦，你谂下喺战场上边系见到俄罗斯系用紧呢啲咁嘅中共啊。供应俾俄罗斯嘅呢啲咁嘅装备㗎嘛。咁你唔认唔认中需认嘅。咁你嗱你即係睇返一样嘢就话呢、这个俄军嚟讲咁样进攻乌克兰不断咁消耗佢前线嘅呢啲咁嘅叫做装备嚟讲打击都有呢好明显呢就係呢几个国家啦特别是中共啦。嗱咁呀嗱即係呢个拜登数呢个普京啲朋友咁样支援呢个俄罗斯之下呢嗱咁俄罗斯呢就加强㗎嘛对乌克兰嘅城市同埋关键嘅基础设施嘅空袭力度啦。咁向保卫家园勇敢嘅乌克兰人呢倾泻弹药现在美国人呢将向呢个乌克兰呢提供佢哋继续嘅战斗所需嘅物资。一路睇返落去啦。咁就讲到明呢即係而家啦係呢份即係而家签署呢个法案嚟讲就係、是、真係明显即係明显嚟讲呢你话唔係冷战都唔得啦好明显呢就係、是、呢个新冷战啦新冷战嘅情况之下啦但呢个新冷战呢老实讲呢你话同呢个美苏冷战呢就唔同个美苏冷战呢就係、是、大家导弹对住导弹咁样㗎嘛瞄准住对方㗎嘛咁用核武瞄准住对方㗎嘛。咁而家嘅问题嚟讲呢个新冷战呢可以嚟讲呢用常规战加呢个经济贸易嗰、那个叫做制裁。咁呢个贸易战都系等于呢个新冷战嘅其中一部分㗎嘛。所以嚟讲啦即系经常嚟讲有证据有胜呢个叫做中共啊支持呢个俄罗斯咁拜登喺呢度呢讲话呢亦都系呢指向你中共咁就知道啦你呢个中共嚟讲今时今日你继续黐住呢个俄罗斯即系一句说话嚟讲识朋友呢即系老实你成日识埋啲叫做喂讲打讲杀嗰啲有咩用呢你好似呢个啦呢、这个俄罗斯啦恶啊真系够恶㗎啦恶过呢个中共呢成百倍都有，但系我冇用啊！你冇钱啊嘛，咁啊，你谂下中共嚟讲，好多欧洲国家啊，甚至乜嘢咧，都系咧，真系咧，都
都唔敢惹佢，即系唔敢大力咧咁样同呢个中共硬扑，就系中共有钱啊嘛，睇个钱阵仗啊嘛，成日中国市场啊嘛。咁俄罗斯够恶啦，俄罗斯够恶，有核武噶啦。咁你谂下，喂，美国甚至北约嚟讲都唔理佢同佢硬碰，就系、是、一个原因啊嘛。即系你讲拳头咧系冇用嘅，最紧要你有钱就有面，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